老虎草，看这一把五十阳光，攻击距离前方四个。哦，怎么只看见草没有看见老虎呀？老虎来喽！这是小猫咪吧？你别笑，小拳拳捶你胸口啊！形态确实是像小猫咪啦，但种植一段时间后就完全大变样了。呦呦呦，小猫咪还有两副面孔呢。那可不止，用了大招后就会进化成最终形态大老虎。而且之后从草里出来的也会是大老虎形态。看样子伤害挺高的。小老虎击毙僵尸才会回巢，然后再伺机而动。我有一个问题，如果小猫咪出巢了，击败敌人想回家，发现家没了，会怎么做呢？哦吼，草没了，老虎也死了。问题又来了，如果草还在，只是换了位置呢？很显然，它会自己回家，天涯海角都会回。总结，是一个很可爱又很有灵性的植物，伤害还不错，大招性价比很高。小蛙觉得是一个很 nice 的植物，记得给我点个赞。